你的症状会很严重，快选择。我准许你说话。 各位会恨候乌妖王，各位会恨候乌妖王，多少次输都拼。 你没被跟踪吧？你也会吗？呗，我就崩溃了。 越挣扎越好，去吧，去亵渎这片土地。
曹总的木偶，捉妻哦，越侦查越好。中的回响，我倒下之后，魔王萨摩地会再次攻击。可是这个模样。
摔校园的吗？我不应该。为什么你没有欢呼？可是这该不要见我。起来哟，好好吃！挥杆救人的时候到。暗影操纵的木偶，你打败我了。